剧本都写不出的综艺名场面。被《西游记》幕后故事吓死的小灵童老师，这辈子逃不开孙悟空的角色滤镜了。这个形象戴个近视边眼镜演个大夫还是可以，我就很认真跟他讲，是吧？你要配合医生治疗。镜头摇到他呢，他一点的，噗嗤他就笑出来了。哎，我看到张老师演的这个医生，老感觉像是孙悟空变的。扮演者差点吐失国籍。那我听说还有人给您写信，信封上就写释迦摩尼收。他们在说释迦摩尼是尼泊尔人，所以我应该到那里去，并且欢迎我到尼泊尔去回回故乡，回回故乡。我们被问师傅本人性格如何，像真的我们心目当中的师傅那种感觉，但真的跟人急了，也就是你这么说是不对的。这样是错的，你都气死我了，还想造反？他真的就是唐僧本人吧？进来，他叫我、进来，我就不得迷迷糊糊，我就不能睁眼，一睁眼一会儿睡不着了，他就非得把你叫醒了。叫进来，叫醒我才是睁眼。我先去化妆，你再睡一会儿。师傅太可爱了。你以为的夏雨撑伞名场面，实际上的名场面。爱情是一种本事，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，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，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。实际上的名场面。孔刘又一次体验了釜山行。立马被围观群众包围，工作人员都拦不住。这个场景堪比釜山行。孔刘，我倒是害怕极了。《青青日常》是什么吃货剧作？白敬亭拍吃火锅的戏，自己带麻酱和肉。我们吃火锅的那个戏，那个肉跟麻酱肉自己带我做分给张德忠喝。全希微更是公认的能吃，不仅全剧组都在投喂。大棒，来一个，怎么样？等会儿得来一块。连三哥都震惊了。我们拍那个东北墨川吧，大包子，这么大的包子，小田干了四个。小田干了四个。小田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怎么都往外说。I'm a bum jack fool.